战猫来做副手，大家唔知道有满意无？好吧，有人举手好无？哦，即摆吼美琴吼，大家拢学落啦。咱台中乡亲嘛就学落，啊，唔是咱家己国人学落尔咧，好外国遐个外交官、国际人士嘛就学落。伊咧讲哦，美琴啊、哦、是促进台湾和美国提升关系。相关的力量啦，啊嘛是离华府吼，真重要的外交官之一，所以咱邀请伊来担任副总统，到底承担台湾的责任。美琴迄天回来的时阵，开记者会，伊嘛咧讲，为了台湾，伊要聊落去。咱小美琴得到大家支持，股票当选，阮除了会守护国家。促进民主、和平、甲繁荣发展之外，阮有来联手，和张廖万千、和台中的立委共同打拼，建设大台中。大家好，好无？咱拜托大家，除了万金当选之外，咱台中来讲一个全力打好无？安尼，咱国会绝对过半，哦，绝对过半。韩国瑜要做院长，我看到困难啊，对唔对？是沈柏阳老师，大家唔知道有听过无？咱台湾面对着中国的威胁，上严重的就是假消息、认知作战。我甲大家报告，伫少年辈内底啊，对抗认知作战、打击假消息，上有经验、上界专业的，都是沈柏阳老师。咱邀请伊来担任不分区的立委，以后协助咱政府守护台湾的安全。大家讲好啊！